在木前已经从4号出来了，然后在太空的门口，因为我在等我妈，因为我妈好像搭错站了，所以还要再一段时间。至于为什么早上没有录开头呢，就是因为我看错时间太赶了。现在目前是11:26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去吃午餐。至于想要吃什么呢，我蛮想要吃两餐的啦，好，那就等等吃饭见啦，拜拜。 Thank you.
行程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。然后我已经快要到租屋处，如果等一下我会到租屋处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买的什么。这样啦，等一下见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已经回房间了，然后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买的什么。看，满满的一袋，我的五倍券都花在这里了啦。那反正我今天就是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衣服，那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是这一件，这是一件，坐后面一点，它是一件背心。因为我之前有去买一件灰色背心，就是拿来就里面有搭黑色衬衫，但是我的那一件灰色背心，可是它的线织的太疏松，或者是洗衣机太暴力，反正它就是洗了大概两次就坏了，所以我这一次又买了一件背心。然后我一直在想这一件应该也是可以搭白色衬衫，我觉得蛮百搭的啦，所以我就买它。我还买了这件，这洋装我真的觉得超级漂亮，它是长这样，看得到吗？反正就是一个到大约是到脚踝上面一点点的一个超洋装，然后它这一件就穿起来真的超级显瘦，因为它刚好它有个侧绑带，这里，它的侧绑带是绑在你腰最。就是它是绑在差不多肋骨这里，就是一直说你胸以下全部都是腿，反正就是很显瘦，非常推荐。哎，它不会显小腹，哎，就是我有点小腹，然后就不是特别瘦啦，体重都已经不好说，反正就是看起来好像视觉上减了5公斤。然后还有这一件。这件是一个比较偏淡粉色，然后有点透肤的一个针织衫。然后这件我是会把它搭这件，这件它是一个白色的窄裙，它虽然是窄裙，它非常非常的显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哎，它非常神奇，它旁边还有个开叉，哎，反正整体穿起来就是瘦啦，这两个搭在一起就是会有一种很温柔，但是你身材很好的感觉。推荐。然后还有这件裤子，这一件裤子呢，它刚好它的松紧就是在你腰最细的地方，所以你看起来就是会蛮瘦的，就是它不会显小腹啦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只是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白色裤子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。然后其实还有一件，就是它是一个娃娃领的衬衫，我觉得它真的超级好看，就穿起来很可爱。我等一下可以在旁边附上一下官网的图。然后我是本来想说想要再买一个雪纺西装短裤，可是那里的雪纺西装短裤我觉得在我身上穿起来有一点稍微太长，所以我就没有买。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那件衣服就是真的很好看，就会穿起来很有可爱，有微微宫廷风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我的介绍就差不多到这里，那可以看到满满椅子的衣服，他们是我的宝贝，等一下我会去洗他们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今天的一日 vlog 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 vlog。好，最后就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Sometimes seeing eyes of mine.